这黄队的第一棒连虾往前走，是是是，结果这黄队太快，跳跳。不就趴了？那不行，就别人口吃屎。倒数，倒数。我们赢，对，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，一二，对对。剪刀石头，剪刀，剪刀石头，石头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，剪刀。那我们就最后上，让两位先上。我们第二个，我们中间。输了，我不行，不行。好，不错，好，我们到龙运公庄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蓝队的第一棒子先出发了，脚步还算蛮稳的，但现在呢，开始摇摇晃晃了。能不能够一路把它爬过去呢？这桥的历史记录只有10%的人能够成功。子贤，子贤，你打中了。接下来轮到的是黄队的第一棒林虾往前走，是是是，结果这黄队太快，他爬下去了。对，他其实有策略的，一开始他决定用冲刺的，哦，先冲能冲多远先多远，不稳的时候呢再爬下来。哇，这个乔目前在林虾上去的时候是抖得最严重的一次，但他很努力的站起来保持平衡。哦，林江有志气，还是要用走的。小姐，小姐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稳稳的站起来，走了一下，再跑出第一步，接着。好，蓝队的第二棒 Chaco 出发了。哎，怎么这么短呢？想想你的棒式是怎么做的？你的核心，我要站起来了，冲！永恒，站起来了，冲！永恒，今天他是哭了，哭到终点去。Chaco 完成了斗龙桥的挑战，感人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冲！加油！加油！全开，全开，全开，冲到底，冲到底！不放脚了。好，现在黄队第三棒撞撞，又头，哇塞，撞撞又头刹车，对，撞撞撞撞，对，撞撞刚刚那个一个倾斜，吓得我冒出了一身冷汗呐。壮壮呢也是号称有蜜大腿加水蜜口臀，看他的下半身的力量能不能够帮助他通过斗斗桥。发力的时候到了，快到一半喽，我们的50公尺，一个翻身落水，溅起的水花，你给他几分？这次跳水8分，八分。加油，红心可以的，红心加油。来，我们最帅的来了。好，轮到蓝队的第三棒黄宏轩。哎呀，哎呀，累死了，怎么那么快啊？还跟我们说他有多厉害？表情，注意一下。黄宏轩已经爬到了一半了，感觉脚底下是抹了油啊。我现在心就没办法讲话，很累。哎，接下来是红队的第三棒匪奇，帅哥。
美琪，这个冲刺，厉害，不错不错。哇，冲了大概十五公尺，我是陆晨助跑，冲出来之后冲最远，汗快就站起来了。小圆哥，你敢挑战抖抖桥吗？不敢，因为其实距离水面还是有一些些高度的，怕高的人呢，不宜轻易尝试。像我们的三位领队呢，就有两位是巨高，小杰跟郭哥。就这样爬过去就好了。哇！可以，差一点点。勇猛的北青，第一个。北青成为了第一个过关的女生。下一季她应该可以转成选手了吧？自动落水了。好，接下来轮到的是红队的第四棒啊，夏普阳。夏普阳，一鼓作气不错，夏普阳，最标准的夏普阳。夏普阳。郭哥头那么小，郭哥头那么小，郭哥，阿香宝贝，可以了。好，郭宏志出发了。哦，有点斜哟。最后跳下去。来看看桌球选手江宏杰，平衡感如何？小杰体重应该比小小郭轻很多的，那个肌肉量就有差，轻20公斤。冲啊！小杰也想以此取胜吗？江宏杰在郭宏志掉下去的位置一样掉下去了。我们再试一次啊！不可以再玩一次啊！我的手都没有背到吗？想再一次哎！再一次啊！请看他再一次啊！好，郭宏志呢？他要再挑战一次，50秒，还是落等这么难吧？哇！还是金钱小杰胜负，小杰队长，杨杰哥，杨杰哥，来，挑宏杰，小杰，挑战，这不行啊！出来搞笑的吗？哎，一步就趴了，那不行，就别人口吃屎。小杰不是最搞笑的。小杰出发，小杰出发还不错，脚步很稳，结果还是比前一趟来的近一点，一样是落血了。